你觉得你爸爸最像我是谁？都很帅。以前有没有跟爸爸关系很好的时候？我现在就跟我爸关系挺好的，一直都挺好的。那你觉得现在和爸爸关系怎么样？现在也挺好的呀，因为我爸他是那种中国传统的家长，就是不擅长表达他的爱意。像我妈的话，可能会更在乎我一些，问我吃得好不好，睡得好不好。但是我爸是那种把关心藏在心里的人。你觉得和爸爸一起去旅行，会不会有尴尬不自然的情况出现？应该会吧。我希望这次旅行和爸爸一起做点什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是可以跟我爸打球，然后游泳。我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还可以学做一些饭可以给他吃。那么旅行打包行李有什么一定要带的吗？必须带上舒肤佳洗手液，长效抑菌，而且它的味道会让我有家的感觉，想守护家人，有视频为证哦。出门前洗个手比较干净。舒肤佳纯白泡泡洗手液，每次出门必备。完美。Let go, let go, 老李 let go。